每家等到这上等着，每年八月份上等着就飞鹤说挖出我的阿美利卡。我本来在当年不就诶，现在制定建造就来克多巴胺呢，现在标准是啊，等于诶你不诶要放那阿美等着，爱啥他们等着放心我们买只奥斯那是。啊，他们新闻阿美等着没得找到节奏，没阿美等着捏得起，我根本不是那健康的，因为当年大家。有你们咱们呢？9月30日，咱们来说，因为才有各单位对我们等着签署会是不是在内部？啊，这次呢，咱们等着就滴滴答，啊，那飞到现在挖出我们这些国家，俩签着滴滴答国家多。俺们到了阿山山的遐现在就阿都在我那莫不是在维密的现在，马吉祖玛的现在国家多。有呢，高雄市的卫生农业教育局长会为那多么少的食材供应，而这次呢，现在相关业者，俺们的对我们签署会，俺们的来是不大。因为政府讲的来是不大，然后因为飞后挖出我们的阿美利卡的咱们等着别来白买买，阿卡梅咱们等着买那什么的都是是不大。阿给他国外现在来个多巴胺，也是咱们等着就瘦肉精，因为咱们等大家先给予咱们的来是不大。啊，这次呢，咱们等在中小学呢，咱们等在阿都黑，特咱们等在信用低头在现在非和挖出在现在国家。未来要开放这个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的部分呢，我们高雄市政府已经宣示配合中央的教育部的一个规范，我们绝对不会采用这个有这个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美猪。市长也非常重视，希望在地的养猪业者不用担心啊，我们的在地的一个午餐的一个需求绝对会优先采购在地的这个肉品。因为达高州所飞起南丹扎奥德扎，现在排名的国家莫第六，而且南丹扎州奥德扎在现在就飞额莫457场，而这些呢是飞额南丹扎奥德扎莫294000头。然后老乡们在大库外上等着飞到阿美利卡，或者等着做阿给伊说影响到现在挂修巴士。然后高雄市也们等着做，阿只是他点等着做，低头在现在飞到国家多，伊拉阿都是在现在飞机阿只是阿们等着阿不会好么买只。对这个猪农嘛是有真好的帮助啦，一关的莱克多巴胺食济嘛是无好啦，吼啊对咱国产猪口保障，因为咱这莱克多巴胺就是咱国内已经全面禁嘛。没有当个上等者，而那什么事上等者，但内部对阿山山的上等者就配合的现在政府，而这些说那多么不是那上等者都要把去玩呢，肉上等者低头在现在就肥和挖出不得现在国家多。Anyway， 你买了非带现在学校卫生法规定，等到上等者也要上等者把不需要带，我靠，阿只车上等者还没没的内部，没没的那些人，嘛就嘛就是低他，哎，把嘴皮，伊拉上等者，阿那东西，阿那的内部，那说些文革那些不报呢？我们一定会特别的跟厂商来做沟通，而且会强化哦，他溯源哦，就是说厂商的。猪肉它的来源，我一定会详细的要求他提出证明，来让我们知道哦，它的猪肉来源是来自哪里。莫说买菜，一些们等着，阿美利卡的飞鹅会上挖出么点等着买的买么？因为高雄市已经咱们的修订一些在午餐工作手册、企业返本规范，哎你不点等着？我们那是跟啥样子吃了上等着就完了阿杜。俺们到了大山上的现在，为了怎么不是？俺们等着，低头在现在飞的国家多，俺们到保障一些，俺们等着，安那和安全些，阿爸也不讲便宜。